身上有没有什么老公爱的礼物的？身上有，比如说像我的耳环，然后还有项链也是，然后还有手环。林木杰搜出300万幸福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杰。那今天很开心来迷人搜身。这一季非常喜欢 Gucci 的这个经典的包款，就是我 casual 的时候戴很帅气。我的化妆包就是必备的，非常有用的，最需要的东西。Shiseido 的化妆水，尤其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带出门。上妆前会先用它来敷脸。这个按摩棒，这个也是我工作的时候就会带。那在上妆之前，我就会来拉提一下脸。林木杰身为美妆品牌总经理，当然是自家商品的头号粉丝喽。口红我可能就带了大概5-6支吧。我们家的唇蜜我也是会带非常多支，那当然就是有我们家最热卖的 Milk Toffee 的颜色，像我今天就是用Milk Toffee，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杏桃色，然后就会看起来比较气色一点。然后胃散，因为我爱吃，所以我常常会胃痛。你家里面有什么老公爱的礼物之类的？爱的礼物倒是没有，很多平安符之类的。爱的礼物都带在身上了。她和红豆师傅董做老公蔡笃清，育有一个女儿和双胞胎儿子，老公疼爱她为母辛劳，送了不少爱的礼物。身上有，比如说像我的耳环，然后还有项链也是，因为我是比较不爱改变的人，所以我就是一戴就会每天戴，每天戴，每天戴。然后还有手环，所以老公可以多送我一点这样子的商品，我就会常戴。时尚动新闻报道，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